这招过来，我一拉，是吧？你往后退了，你往后退了，我赢你一把，啊，我要借你的力，然后你打过来怎么办？我这一圈手，然后我这个一顶肘，是吧？然后你摸我的手臂的时候，我这个手臂就上来了，上来的话，我可以近身，然后面肘，啊，明白了吧？它的规律。哎，传武呀，天天讲手。你说你们这配合好的有什么用呢？那我要不配合你，你还能打出来吗？哎，看样子你是练过呀，小伙子。我偶尔习得一些小拳法。是吗？你都练过什么拳啊？你是练搏击的还是练什么呀？练过一些搏击跟散打吧。是吧？那对传统武术配合好的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练习传统武术啊，它是练有练法，打有打法，啊。练的时候是，哎，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就来去做一下吧。你让你感受感受，好吧？好，来。好，对方第一拳，一，再来二，我这手直奔他的面门，他拦着我怎么办？我这手过不来了，我一个摊打，他打上来，然后拉，好挡了手，你看，坠肘，捂手，旋转扣肩，对，这里面有很多事啊，很多事是。当你和对方在对抗的时候，对方不配合你，他能防着你一招、两招、三招、四招、五招，这样的他面对这样的水平的选手，你就需要不断的变化，击打方法和摔法和擒拿法融为一体，踢打摔拿，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让人发威。好，对方出拳，喊我拍击拍击，然后直接手去奔他的面门，对方拦着我的手，直接沉肩坠肘，坠肘之后，右手扑他的面部，好，左手绕圈扣肩，扭腰转身，一个摔法将对方摔倒。内门扣肩摔啊，组合在双方的对抗当中来结合运用。对方打我，我也可以先出拳，先一进我扰，我先干扰他，先干扰他。他打我的时候，当然我也有防御，防御当中的时候，我一拦，这个顺面就抄手进来了，手抄进来，这个扣住之后，注意降低重心，然后转腰扭腰转胯。如果他对方他能防摔，我们还要有变化来打，一二三，对方降低重心了，我摔不动的，走，我要给对方一个施加一个力量，要有一个发力，让对方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，给我顶牛对抗，哎，是，注意这种虚实之变啊，里面有虚有实，有时候你要给对方一种实，造成一种假象，但是突然一变啊，也就是说引进落空啊，对方捕捉不到你的进理，你的变化，这就叫见招拆招，随着变化而变化啊。对方不配合怎么办？我们要打得让对手配合，就看你打的功夫有多高，啊，你的修炼层次有多高。